哇，好高一层哦！你要看它是这样啊，因为你看我这样放起来就，这样放起来就还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眼睛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谈论一下，就是现代女性对于自己的眼睛那个部位的美的观点。那我今天邀请了一位同事，眼睛俏咪咪、小嗨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单眼皮的 Darling， 欢迎他。你对于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人，有没有觉得很冷？高冷，很高。你是说我的身？对于我跟你站在一起，我觉得你很高。冷，有冷吗？好像也蛮冷的吧。你觉得我？你就是不是你不是熊，你是那种你知道什么？你是那种蠢萌系列的单眼。你知道什么是蠢萌系列吗？不知道。就是人家看到你就觉得哇，今天看到 Darling 我就好疗愈哦，就是整个心情都很好。你知道有这种可爱朋友的好处，就是我之前跟他去吃吃到，可能另外一个朋友就是长相非常美丽，然后眼睛又很大颗的朋友。有一次呢，我跟他去吃吃到饱，然后我就觉得，以后都要邀达你来跟我一起去吃吃到饱，因为他每次坐在我前面吃吃东西，我就觉得哇塞，他吃的样子让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哇，好好吃哦这样。可是另外一位眼睛很大的那个朋友，他不是这样，他都会夹一点蔬菜啊，或者夹一些就是我觉得那个店完全不是招牌的又难吃的东西，然后在前面，然后就吃一点点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这样就吃饱了吗？”然后说：“哦，对啊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不需要去拿一些，就是还蛮好吃的。”他说：“他说我在减肥，会有一些奇怪的理由，然后就是就不去夹。”然后我就会心情很差，我觉得说：“哈，这顿饭好难吃哦。”好，是题外话。那你觉得就日常生活中来说，有没有什么困扰或是优点？优点吗？长针眼看不出来算吗？太困扰了。如果你前一天晚上吃泡面或者是大哭的话，隔一天会非常眼睛看不到。只是说你的眼睛可能就消失这样，连黑眼球都没有。好的，那化妆呢？我都素颜欸。啊 ？What？ 有化跟没化有差、啊？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化跟没化？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画眼线这件事情，人家只要画一条线，我们可能要画五公分的一条线，第三层。但假睫毛比较容易吗？会吗？我觉得很难欸，我要很多层。你要几层啊？两三层啊。但如果一层的话，一层的话会掉下来。因为我的睫毛就算不戴也会倒长。不会，常常会有那个眼睫毛掉进眼睛。洗完澡或是要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在搓，然后就一把眼睛，就是眼屎里面还包含了眼睫毛。觉得作弊这件事情好像是、哦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是连号坐旁边，然后我每次都会，比如说写音乐史的时候，我被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好像从来都没有被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这样，你这样让你看，没有人看得出来，这是很近的，这是很远的，你觉得有差异吗？对不对？没有差异吗？好，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起床到我上完妆出门的一个状态。好，上妆以前呢，我会先戴隐形眼镜。戴眼皮有没有困扰？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把它拉非常，也不一定戴得上去。有时候也，它就是那个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有时候我只要眼睛稍微眨一下，那个东西就会掉出来，所以我要拉非常非常的开，然后就要开始化妆了。那我今天是没有画眼线的妆。我今天有画哎、欸。啊，你有画吗？我有画。你有画？有，你有画？我有画。你画哪里？哦，你有画哎、欸。我不知道双眼皮的化妆要多久、啊、我单一颗眼球我要画15分钟。我是觉得每次那种美妆教学，我们单眼皮画根本就是白瞎。就是你这边有一层皮，你这边下面我们来一层，我们只有一层皮。我跟你讲，我画那个眼影都要画到眉毛的这个下面，根本就看不到。哎、欸，我只要张开就不见了，你还记得那个 Katy 吗？对，凯蒂。凯蒂要这样讲吗？没关系，他应该记得这件事情。就我第一次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要上台表演，然后他就帮所有的学妹就是排排站，帮大家化妆。他们画得很顺利，就只有我一个做好的时候，然后画眼线的话，把眼睛睁开，然后就把眼睛睁开，然后画好之后说好，再把眼睛张开，然后就没了。因为他本人眼睛也蛮大颗的，他可能平常想说就是这样画，然后画到我身上什么都没了，那我那个画超久。可是就是有男生可能也蛮喜欢单眼皮。单眼皮真的吗？如果是去国外的话，我觉得市场比较大一点。你个人每个月都会出国的嘛，对不对？
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妈会看，好不好？哦，是吗？个人出国的时候有什么艳遇吗？没有哦，可能是我英文不好吧，所以一直没有被搭讪。是啊，你不是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有吗？可是他小女生在啊，大家都是只敢看，不敢走过来嘛。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我的市场在哪里，是在欧美，在这里啊，在摄影机后面。我来讲讲看有没有就是人家形容你的一些绰号或者是大熊。那你被讲说像大熊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宁可当头歪了。我在研究所的时候被人家讲过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说我是花木兰，我的绰号叫木兰，木兰，叫木兰的。我知道了，有一次你赖我，是你觉得我真的像木兰？对，就是那一次大笑，我一直被叫花木兰。然后就有一个老师，他第一次看见我，他就看着我很久啊，大概十秒，他说：“哇，同学你好，老师。”你是吴婷婷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他觉得这个脸，他的人生中没有看过那张脸，然后他就说：“你好。”古典，对，他说我好古典美，人家都会说哦你好漂亮，或是哦你长得很可爱，可是哪里好古典美？他不知道你是成长还是被抢过。那你有想过要割双眼皮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不想割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国宝特色，对，而且你割了就缝起来啊，你以后割了双眼皮，你眼睛附近的皱纹就容易有皱纹。真的吗？因为我们眼睛太肿了，会崩啊。你很崩肿，也不要有细节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单眼皮就很像路人，就是比较不上相。笑什么？对，不笑，搞笑。你对着镜头笑，吉祥人物。什么吉祥人物？日本不是每个县市都会有一个他们的那个吉祥物？所以人家熊本熊眼睛很大。啊，所以单眼皮的就不会红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眼睛。对啊，陶晶莹。眼睛。对啊，你看哪个女星眼睛是小的？女星哦，你说偶像，偶像类的。对啊，谁啊？那你要不要现场画一下？你不是说没差吗？我现在就来画一只眼睛看看。首先呢，我要把眼皮这样，哦，拉这么高。要画那么大圈，因为我们下面真的要涂满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要忘记，忘记了。我好像是在玩图画图游戏。你看我好笑。小眼睛先生有看过吗？没有看过。面目好狰狞。哦，我画一条，有一边比较有神啊。那如果不笑？我再加粗一点，没差吗？有吧，有吧，没差，真的没差，很夸张吗？你知道我已经很厚一层吗？我觉得你比我还差。等一下，你没有在跟我笑，我已经歪掉了。哦，这样吗？有哎、欸，终于有差了。那我里面长这样吗？那你可不可以先把眼皮放松一下，往下看，啊，往上，啊，嘿，没差。Oh no！ 好画完了，没差。那对我另外一半几分便宜？我觉得我们两个两个单眼皮的评分超不准的，好笑，笑一下。我觉得没差。我把两只眼睛画了，不然我呢这样出去会吓到，吓到人啊！来，我画这个，有很大的差别，有。你看那个图这么的，哇，好高一层哦！你要看它是这样啊，因为你看我这样放起来就，这样放起来就没有。下面就要玩那个小画家。哎，你为什么不买眼线？我觉得我直接去买炭笔。我已经流眼泪了，好辛苦哦！我要卫生纸。你先错国家了。
这个年代吧。那些双眼皮的人现在看这一集在想什么？嘲笑。好可怜哦，我们。大家觉得有差吗？那我没差。那我好可怕啊！那我右边应该加一点。完成。好了，那我们眼线也画完了，你厕所也上完了。请问你有没有什么要总结的？不要再说单眼皮的女生脸很臭，就是很有个性。我们就是天生长这样，对，就是这么的可悲吗？好啦，如果你觉得刚刚的影片还不错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我是小眼睛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